狮子头比我头还要大。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冰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环球金融中心。有位粉丝说，在这里面有家餐厅，里面的狮子头比我的脑袋还要大。今天带你们一起去长长见识。走着，哔哔，应该是这家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安宁，请问这边有预定吗？我姓白。白先生这边请。你好，白先生，晚上好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包厢可以啊。一不小心又暴露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哎，这镜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。哇，这个东西可真帅！刚才那个小姐姐长得特别漂亮，就那个迎宾，等会让她过来给我当服务员。先生你好，我想去我们家再看一下。哦，这样，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小姐？您说。就能不能让刚才就是带我进来的那个小姐姐来做服务员？现在是因为……不，你别误会，我就只是单纯的比较喜欢红色。不是，他这个凹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太白了我一眼。女人，怪我长得太帅，不要脸。嗨，我这该死的魅力。那个你有男朋友吗？孩子都三岁了。哎呦！你把东西扔到我身上。这个再看一下，听着咋有点害怕？就不再看了吧。我是听说你们家有个什么特别大的狮子头。哎，对的，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产品。你给我来一个这个，然后其他的话，你看着帮我安排点你们其他的特色产品。好的，先生，那我需要再帮您安排一些红色的产品吗？我突然不喜欢红色。那你稍等一下。老板，你上次推荐的游戏《这仙人妈妈妈》现金红包太爽了，这就爽了。现在厂家活动升级了，福利比之前更多呢。啊，那会不会你现在还难领取啊？不会啊，现在操作更加简单，你先点左下角链接详情页下载游戏，上线直接送888和顶级 VIP 权限，而且现在完全不需要礼包码了，只要你没事挂挂机，不仅能领8000现金红包，还有新款 iPhone13 呢。这么好的福利，那我得赶紧下载。你好，大家先生，给您上一下线上菜品：酥炸雪花牛腩，选用牛身上最好的一块肉。牛身上最好的一块肉？牛肚子上。哦，香，这个香。哇，这妈，这个太香了啊！哇，看这大肉丝，说是牛身上最好的一块肉，我信任你们，太香了这个做法。我绝了。全部都是牛肉的汁水，我的天，幸福！哇，爱了爱了！哇，打扰一下，先生，再给您上下一道菜品，盐焗富贵鸡。我们富贵鸡呢有一个特别的仪式，您需要直锤敲三下。这鸡在里边是吧？对，鸡在里面。你要听我的口号。啊。一敲。就敲。对，再敲。啥玩意儿？说完不是你要我敲的吗？这啥呀？这是稀碎，这是怎么办？要不你给我敲一下，你这对吗？尴尬，他让我敲的呀，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好的，先生，这是您的五面富贵鸡，就是刚才那个里边的鸡。哎，对的，这应该就是叫花鸡的做法吗？嗯。直接就脱骨了，哇，这是大胸肉应该是，哇你好，打扰一下，来给您上一下我们今天重量级的菜品。哇，这个
个是超大号，比较符合您气质的巨无霸狮头。哇、哦，光吃太爽了。要我帮您拿下去吗？谢谢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喜欢吃整个的。哦、哎，我去，这狮子头比我头还要大，这太爽了，这个。啊，这怎么？下嘴啊！焚烧了我的三天，决心把干饭煮昏。我真的好想三二一到，终于等到了饭店，干饭人干饭时间，第一个冲向饭店。哈哈，见到干不熟的，干饱了才有精神。哎，老板还没点爆，再来一盘。干饭人干饭魂，干饭吃饭得用盘，抽刀断水。服务员，我正要帮您上下药材，你不帮我吃点，怎么了吧？好吧，就吃下去了。你吃什么？黑心流沙球，我稍后帮您拿条毛巾啊，您稍等一下。里面是有流沙心，所以应该是个小心。嗯，哇，这个好吃。哇，这里面是啥？最开箱了。先生，这小毛巾您擦一下手和脸。啊，算了，等会儿吧，这太脏了，要不你帮我擦一下呗？这个不合适吧？我还是去叫那个红衣服的小姐姐来帮你擦，你看好吗？